咱待会儿吃啥去啊？要不咱们一块儿吃火锅？刮搓搓的，那么热的天气，啥子火锅嘛？吃冷淡粉嘛？哎呀，哪个现在去吃冷淡粉嘛？还是去吃钵钵鸡？还是去穿云馆子吃炒菜噻？我还是觉得吃串串安逸。真的，我也没。我吃钵钵鸡，我吃钵鸡，吃钵钵鸡。爸爸宴，四川人统一认证的地道美食，没得一个四川人会说不。要不要啊？不要我可出了。你出吧。没有，那我出了。第三，我说，再给我们讲讲当年开席的事儿呗。对我，别听他吹牛，抽底边十八线练习生，他还能出席了？我一个厂出来的老兄弟，他出过席，不就等于我出过了吗？你可劲儿装吧！四五六七八，出事儿了！什么事儿啊？我听刚来的腾腾菜说，咱家明天要办席。啊？意思是，我们也能出席了？我苦练了32年半，终于也能拥有自己的舞台了吗？四川人征服饭圈的地道美食，没得一个锅碗瓢盆想缺席。巴士爸爸宴，安逸走四川。